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是两种酸碱指示剂的颜色变化及变化范围。哦，石磊呢，它的那个变色范围哈是 4.5 到 8.0。啊，如果是酸的话是红色的，碱的话呢是蓝色的，红到蓝的。那酚酞的话哈，它的变色范围是 8.2 到那个 10.1， 所以酚酞在碱性范围里面变色。哦，你小那个小一哈，这个 8.2 的话 ，pH 小 8.2 的话是无色的，然后呢，大于呢 10.1 的话就红色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哈，现在他说呢，有一个物质啊哈，一个未知的溶液啊，这未知溶液的话哈，你滴入石蕊的话哈，它是呈蓝色，滴入石蕊出来呈蓝色。所以它大概呢这个8.0 以后了，所以它 pH 值哦，它是大于呢 8.0。 然后呢现在哈、滴入什么哈、滴入酚酞哈、酚酞则无色，酚酞如果无色的话，它 pH 值哈、它是小于多少呢？小于 8.2 了。所以这 pH 值哈、它是介于什么呢？介于 8.2 哈，这种溶液哦，它是介于 8.2 跟那个到 8.0 之间，哦，所以应该是哪一个啊？应该选 C 啊， 8.1 啊，哦， 4.5、6.4 都不对嘛， 12.6 不对嘛， 8.1 啊， 8.1 在这个范围里面，所以它应该要选 C。